从草根明星到国家一级演员，这才是他的百态人生。一次次的舞台展示，他走出了自己的双生之路。听这首歌一下子会回到我曾经漂泊的那些日子，哪一脚哪怕走错就是另外一个李玉刚。坚持不懈，激情不减，只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。你身边最普通的一个朋友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。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，李玉刚。